这小子动手动脚的。要是说说看，是不是要比萧四海大哥对你更好？怎么了？救命啊！少侠，救救我！你这傻大个想侮辱我！这什么情况？你这红门小人也没死。话说回来，你的长相还真是随你呀。你能赢得了我吗？不用担心，根本没什么问题。你快看！萧四海是你呀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真是笑话！住手！醒醒吧，村长，我怎么可能会给你这糟老头子？你之前都死哪儿去了？就忍心看我被这老头拐走？哪有啊，没有我家宝贝儿的帮忙，这村子能是我们的吗？我怎么会丢下你这种大功臣呢？有了这些，我可以稳坐队长的宝座，到时候得好好犒劳你。记得要给我云国皇后一般的生活。
相公，这个人搞得我心烦意乱的，你能不能帮我解决掉？就这人，这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。该死！我说你呀，敢不敢有点出息？